98年的女朋友分手了，心情不是很好，自己喝点酒。于是乎，保姆小乐要跟我喝点酒，结果、把自己喝多了。你要干嘛？金顺哥，你别开灯，我有个秘密告诉你。都几点了，赶紧进屋睡觉吧。秘密告诉你，快回去，快回去，睡觉吧。然后几点了都？我的妈呀！哥，你来，我真有秘密跟你说，这个秘密真就是咱俩知道，你快点过来。来了，小乐，瞅，给金顺乐。哥，我跟你说，明天早上停水了，我只能给你点外卖了。赶紧出去，出去睡觉。不是，我真有事跟你说，哥，这个事儿我必须得跟你说。赶紧说啥事儿啊？我真的跟你说，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明天早上你几点起来，我给你定闹铃。你赶紧给我回去睡觉去，滚！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小乐还逗我玩呢。阴魂不散又回来了。不是你回来干啥呀？我洗，给你洗。不是哥，你早点睡吧。我睡什么睡？你把一个男人的欲望勾起来，你想睡觉？不是哥，我不逗你开心。你逗谁玩？你逗谁玩呢？我逗你开心呢嘛。你想睡觉也行，答应哥一个条件。不是，别我稀里马哈的。啥呀？你把门给我带上，出去睡觉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哎，我是不是喜欢上了？我太难了。